哎呦，阿吉牛逼，怎么一个人都上来了？哎呦，高手就是高手。阿吉，没办法，150，你他妈的300，进口啊，他国产150，这差距。300重，差距。啊，第三梯队怎么还有这么多车了？他走了。啊？阿哲一个人开两台，刚过已经没影了。刚过下面都是走上来。阿杰，快走！我直接抽掉这个。还有个人没走上来。走。看夕阳，一会儿他妈看下半夜的月亮。哇哇哇哇哇哇走走我操！那下面怎么有个车啊？哎操！这个代价牛逼的，可以啊。那我先把这个搞上去哦。啊，先把这里搞上来，这里就搞那边就好了，这里力气都没搞。休息一下。这个搞上去了，它慢慢往前面骑。前面你们骑上去，上面没地方停了。他讲这个骑上去，后面就没地方停了。我的车还在后面，要把他这个先弄上去。嗯，你今天是不行，他妈痛死，他妈下巴磕得响，你走的。哟，把你翻轮胎了，我操！我想去搬后轮，滑得要死！我操！下面翻那个车了，看到没有？走，帮忙拉车去。嗯。你这个他妈油门到底就这点重力？这个嘛不敢加，这个也是不敢加。我这个也是不敢加。这个才骑起来才有味道嘛，反正油门到底这个死样子。不习惯这个动力。来了，